现在第一次跟我的环境来到这种比较热闹的左营市区哦，就感觉比较安全的啦。因为其实我们大车后照镜是有死角的，在这种地方开哦，都会稍微瞄一下这个，因为我们是没有要变换车道，所以我们大概瞄一下我们旁边有什么状况这样。然后传统的或者是现在内建的功能就是打方向灯才能看到右边哦，可是在我有全景的功能之下，我们不用打方向灯就可以看到我们车子整部的全景了哦，就这个范围，因为我们在市区要非常的注意前方嘛哦，然后左右这边就是死角，这边就是死角，可是你要顾的地方太多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这里稍微瞄一下哦，瞄一下就知道我们周围有没有车了，方便的很多。然后现在这边是停一部摩托车的哦，我们在没有打方向灯的情况下就知道这里是有一部摩托车的哦，看后照镜有没有有一部在那边。后照镜，那就在这里，在不用打方向灯的情况下，哦，然后有车蛇鬼，好像看得到，很方便啦。我觉得这个环境哦，在这种市区很方便。然后打方向灯跟传统的四路一样，我们的右手边就会有一个镜头。然后我们转弯看右边的时候，这一边也看得到。就像一个空拍图一样，有没有？你们说的欧卡，哦，有一个视角就是这样，可以看到整部车，有没有？整部车非常的方便，所以这种非常适合在市区运行的车子。然后我们现在倒车了，这个是全景的画面。哦，然后这边没有剪片子，我们看外面的亮度。我刹车先放掉，哦，只有一个倒车的辅助灯。那我们看外面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光源。哦，然后以前的困扰就是不知道到底离后面多远，现在有那个辅助摄影机，我就能看到了。哦，我要停近一点。就看着那个红线就好，哦，阿雷，我等两天再做吧。然后现在前面有人在挥手了。我们看外面，没有开灯。哦，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。我们没有剪，哦，没有剪，只是把引擎熄火再重开。再重开，因为环境太乱。对对对对。哦，他现在在前面。哦，全景的也有，全景的比较小，可是你看它在前面，我们看外面根本看不到，呵呵呵。
看不到，暗蒙蒙啊。哦，你看它都在这里。OK， 都看得到，不管你有没有开灯都看得到。真的不错，夜间感光的功能。帆布已经收好了，现在来做下料的动作。哦，这个是我第一次有这种辅助的东西来帮我下料，我之前都是要站在车子外面，然后忍受那个风飞沙。我现在开始做举斗的动作了。现在已经把那个料斗的门打开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坐在车上了，方便多了。而且那个料口是非常的阴暗的，做暗的啊。我家己会当安尼伫车顶准扎一下，看我的料斗偌济啊吼。刚刚就有做一个停下来的动作，然后我们去看一下料口。你看料口这边的光线是非常的阴暗的哦，它的那个星光夜视系统真的是不错，这样就可以辅助我很安心的卸货了，不用再站在车子旁边。也不用怕料再满出来，因为抹出来这缸啊，这料不按抹出来的话，它爱这缸啊。现在辅助我夜间倒车，你看后照镜的亮度哈，很暗，做暗没啊？我要堵把堵进去里面一个库房。好，然后你看我们的记录器这么亮，全景就可以看到我现在。车尾的状态，哦，辅助我进去那个洞，你看这个全景很厉害啊。OK， 像我现在右后方有人，都知道，变得比较没有死角了。像现在又有一个巴士来了。用了三天，开始上来介绍一下哦，响尾蛇这套360度的环境系统有什么优缺点？哦，然后首先告诉大家，这个业配是没有收钱的，应该也不能叫业配，因
应该说是帮他们测试有哪些优缺哈，所以优点我也会讲，缺点我也会讲。来，首先我们先说优点，优点就是它的主打嘛，360度的环境系统，左侧的这个画面就能完全看到我们的车子的状态了，哦，周围的状态。就不用再找那个四分割的画面哦，一目了然。我们稍微用余光看一下哦，变换车道，我们的余光看一下就可以了。像现在刚刚我变换车道，我打右转方向灯，瞄一下，再来看我们的后视镜，瞄一下哦，就带过去就好，瞄一下就可以，你就可以看到你整部车现在周围是怎么样。然后第二个优点，它的夜视功能非常的强大，因为我们那个卸料口非常的阴暗，所以这个星光夜视系统，哦，非常的不错。再来呢，第三点，哦，因为它是全景，所以我们右转弯的时候，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状态。哦，当我们连接车嘛，有一个角度出来的时候，你如果是四路行车记录器，右转的时候，你只可以看到右边嘛，还有车头这一侧的左边嘛，你没有办法看到车尾的左侧，车尾的左侧。哦，因为它这套系统，它那个摄影机是分散在车头的正前方、正后方，还有整部车的大概是中间位置，由上往下照。哦，这个是第三点。再来我们讲缺点，缺点第一点就是因为它是环景的镜头，所以你的画面会变成弯曲的，哦，你的车身会变成弯曲的，它没有办法辅助你倒车去做一个精准的倒车入库，哦，除非是你的后镜头，哦，后镜头对正车格是可以的，车侧的镜头是有一个弧形，所以你并没有办法说像那个四路的行车记录器把它当成后视镜一样，哦，去做一个车道线，因为我们有可能是转弯倒进去嘛，你看起来的东西全部都是圆弧形的，包括地上的线都是圆弧形的，除非是后镜头才有办法看到直线。再来讲第二点，因为它的镜头是由上往下照，由上往下照，所以四周的每一个镜头，有四个镜头，它都没有办法看得很远，没办法看太远，因为它是由上往下照，哦，并不是镜头向后，因为它要连接成一个环景系统，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缺点。哦，像我们现在这样打方向灯，后照镜看得到小乌龟，可是看不到，它都要很接近，哦，要离你的车很接近，你才有办法看到。所以你打方向灯的时候，你只可以看到你车侧的部分有没有车子在旁边，哦，然后后方就没有办法看那么远。哦，再来就是总结了，如果一套四路的系统，哦，跟一套全景式的系统，我已经对一个凭良心讲，我已经环景这个系统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有一个固定画面嘛，就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周围，差别只在于说四路是不错，四路可能可以辅助你凹卡楼的时候倒车，或者是你打方向灯的时候可以往后看，可是往后看你前方还是有死角，哦，这个地方还是有死角，它的镜头由上往下照，所以可以
就算是我们要右转这个死角，我们还是看得到，因为基本上现在视路都顶多就装在后照镜那边嘛，后照镜之前就看不太到了，那边也是我们大车的死角，所以说让我选的话，我还是会选择环景的系统。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这套系统哦，大家如果有喜欢想要了解这套系统的话，都可以到他们的官方网站哦，在 Google 上面搜寻哦响尾蛇，或者是在我的影片说明里面有他们的 FB 粉丝团，还有官方网站的网址哦，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请持续锁定我的频道，如果有什么辅助的产品想要让我帮你做测试的话，都可以到我的粉丝页留言，谢谢你们，拜拜。